们长沙的房子五月底就要入住了，打算去看一下油烟机，但是各大品牌的油烟机卖点都非常足呀，我都不知道选哪个好了。我们打算去看一下。跟爸爸妈妈拜拜。不要，不要，你要去，哦哟，你要跟着去啊，我不去又在想。你也要坐车上啊？啊？我不去啊，不去好不好？那要不我们一起去吧？啊，老妈一起去玩一下吧，到市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你等下要睡觉的嘞。到车里睡觉，可以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们叫外婆一起去，来，你去牵外婆去。牵外婆去。去牵外婆过来。干嘛？干嘛？哦哦，要走啊！要坐车子，我要坐车子。来来来，上车上车上车。我们一起去。小舅睡着了，老妈带着他在车上休息一下。我们两个人去看吧。好。老板，我们想来选一款风力大的油烟机，你帮忙推荐一下好吗？好，那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一款。这一款？啊，这就是你们那一款说有1100帕的那一款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这款油烟机呢，它主要就是风压大，风压大啊，达到24个立方，然后是专门针对那种高楼层，因为它公共烟道里面比较拥堵嘛，一定要风压大才能排得出去。然后我们这个是智能的挥手感应。哎，这就打开了。对，这样就打开了。关呢？关着。然后关，这样就关了。哎，我来试一下。哎，是可以啊。对。啊，手势控制，那就不用接触是吧？对，因为你有时候你炒菜的时候手上沾的有油啊，然后就不方便，然后这样就所以就很方便，一打就打开，一打就关了。啊，来，它的风力，它真有那么大吗？真有这么大，而且它这个是带了自动增压的。就是它根据你那公共烟道里面的拥堵程度，它自己自动增压，自动增压是吧？对，就可以帮你保证你的油烟排得干净。这个是最大档吗？啊，对。试一下，看一下它的风力有多大。哇！让小美来感受一下。哇，人家要听懂。哇，小千醒了。再等一下，再过来。哇，它的吸力24立方米是吧？对对。保证你的油烟排得干干净净。确实厉害。这个颜值也很高，很高级的样子。对，它打开之后有个灯是吧？这里有个循环灯，氛围灯啊。对，灯在这里。对，好好看，高级的，保险档次，是的。听老板介绍，它这一个不需要清洁的，它是自清洁的，免拆免洗的，我觉得这个蛮好。像我炒菜嘛，我就希望它吸力大，火力大。像小美，她注重的可能是颜值高，是吧？所以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一款。对，这个油烟机不用洗的吗？对啊，它有个自清洁功能吗？哦，那我是最讨厌洗油烟机的，这不用洗的油烟机是真的好。老肖，你觉得咋样？风力这么大，我很喜欢呀，可以考虑。可以考虑啊。你的厨房一定要你做主啊，你喜欢。好的。好的。这个油烟机挺好的，刚好我家那个也坏了，我也想换一个。又不用拆洗的，最好。好，我们走喽。那我们顺便去玩一下吧，小美。好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喽，拜拜。来，小雀，拜拜。